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苗频道，我是兔兔狼，还有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兔。大家记得去追踪他的 YouTube 跟 IG， 他欠追踪，欠追踪，好不好？欠。今天我们的主题，大家看我跟狼其实平常的穿搭都非常的简单以及单调，来再讲给我看看。简单经典就是白 T 牛仔。就是非常的无趣，因为我们一直有这个烦恼，所以我就邀请到卢来帮我们进行大改造。你看他这么时尚，你看他在我旁边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知道每次我旁边我就想，你这是什么？这件衣服是什么？看一下，是品牌的买单啊。我们现在已经挑完衣服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刚刚挑衣服的过程。他们现在要去选东西了，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选什么东西。我只能说，我希望我老婆，因为她那么了解我，她至少可以挑一些适合我的东西吧。我呢，这一段特别漂亮，希望她可以被完美的被呈现出来，有没有？但他两个人身高变得有点落差。对，通常我兔子都要改短，但是我老婆她会有那个眼光，她会知道我的腿大概到哪里，她会这样比，她说，她的腿大概这样吧，她会这样说。我跟你说，刚刚Lu一直在崩溃，因为我们家兔子是小短腿，然后一直在那边说，这裤子它又不能穿，这裤子很好看，我说版型，我跟你说版型超好看，超好看，我说可是长裤它会拖地板。刚刚有说它哪个地方是最胖，它前面没有就是奶吗？这里啊说过啊，可是那个就是它平常穿衣服就会注意到的地方。就我今天来就是要让Lu重新改造它，就是没有在管它漂亮的地方，我不在乎。好，Lu现在已经帮我们彩排完成，我们现在就去开箱给大家看，期待。刚刚他一直说他很坚持想要帮我们配，对，我一直很努力。我就跟他说你放弃好了，我们已经想了4-5年，都想不出来怎么样搞一套。可是因为我都不帮你们搭一套的话，就变成是你们就是自己在过自己的啊。那这样时候来干嘛？今天就是选了一个春夏最可爱的绿色，因为裤子就是你知道比较局限，所以我就挑一个这种高腰的裤子，真的很好看。老师，我好奇，现在短裤真的流行吗？我常常觉得大家都穿长裤，还是说矮的女生你还是乖乖穿短裤吧？娇小，不要说矮好不好？娇小也是可以穿落地裤的啊。然后我还挑了一个这个时髦又有点小挖背的。哇，我今天奶有点太大，就可以穿一个外套。好，他们的尺寸都是他们挑的，就是他们在互帮对方挑，所以尺寸部分如果有问题的话，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很努力了好吗？然后像刚刚那种裤子啊，我就会说啊，裤子穿什么尺寸？他说那应该这个吧什么的。我跟你说，这点你赢他了，我跟你说。超好看的米白色那件牛仔裤，然后还有一件就是你知道本人的招牌怪谁？我跟你讲，今天精华就在这里。我本人就是一个夏天一定要穿这种削肩啊、单肩啊、细肩啊、平口。老师在拿这件的时候特别说，不要在里面再穿 T 恤了。对，不要再给我穿 T 恤，给我穿背心穿起来，就是要搭起来，好不好？就是那种出去外面要拍照什么的，就是要脱下来。好吗？然后觉得有点害羞，就稍微再要穿不穿，懂吗？好，穿一下。如果穿这样，他就会问我说："那我要穿什么？"我觉得我被攻击，我要哭了。
来，观众告诉我们他，请问他穿这样子 OK？ 有比较好看吗？跟本来不一样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对啊，脚比较长。但如果我今天让你穿个短裤，你就会觉得很冷吧？我其实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腿很漂亮，我觉得我腿很漂亮，所以我有办法。因为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如果搭两个短腿，对，不短短短。不过老师刚刚有问我说，哎，可是你平常不会穿这样？我说，他说已经在一起之前会穿这样。对，他在抱怨。对，我在抱怨。我刚刚也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如果刚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说我跟你在一起前我也会这样穿。我很常买这种小小的东西。你什么时候要整理你的衣服啊？他衣服你塞不下，你奶那么大。那我带你去买衣服好了。你带我去买衣服，然后带上卢老师。其实每个月有一天的制装日。对。制完这一个月的妆的。小狼可以接受他新的风格，可以吧？努力尝试，努力尝试。你先从安全一点，就不要像我一样，就是大的弯，然后你先从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我就是我已经追求一个已经快要裸体了。好啦，那今天改造大成功，谢谢我们的都老师，大家记得follow他的 YouTube 跟 IG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小狼说拜拜，说拜拜，拜。很帅，老师。好了好了，心动的瞬间吗？